高妹啊，假血魔，这两个都不好打，但我只要前期扛住就没事了。起风流的辛基德很恶心，教你们一些套路，用这个东西上分也不错。摇摇晃摇，他一波，这里来，哎，全军出击，到这个地方来。这样的话，他过来骚扰我来不及，然后我们等他快到的时候，我们兵也清完了，然后送死。我靠，完了完了，不晚了。正在路上。哎，他还亏很多兵的。我听到你了。他来他要亏很多兵的，他不能来的。他必须要吸这个兵，他还敢不吃个兵过来强杀我，那他就炸了，包炸，而且是那种炸裂的炸。送他，哎。是时候了。OK， XGD 免费回城。嘿嘿，亏呀，我没有损失的，是摇都没有损失的，知道吧？这是一个问题，任何损失都没有。如果我们带的是踢啊，再踢过来继续，他就被我困住。所以我们在2分30秒的时候死一波呢，那打也来不及，知道吧？打也来不及，啊，打野还在吃野怪呢。差不多是时候了。警官叫我疯子，哟，要帮我抓？可以，抓一个。哎，哦，真吗？好的嘛，插塔点燃给上吃药，计划一开，瞬间 user， 哎，打我，人太多，轻松的收掉这一波，回家，再吃个药，不急，他剑圣可能要来，我不管他，哎，我不管他，管他来不来。听到你了，警官叫我疯子。一击即斩，无所谓，啊，无所谓。我的阵亡并不值钱。好，来个药水 ，OK 了。我们来个这个。是摇还是不摇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我的这个好了。小兵去之气好了，等我六级以后啊，就不需要送死了。他对线打不过我的，绝对打不过，他打不动我，我毒他却很痛。他的剑圣要来抓我，肯定是自爆，知道吧？自爆。现在有药水，有黑暗封印，给他耗，耗我就是一个过肩摔，哎，毒死你，你是吃不消，我告诉你。关叫我疯子，我听到你了。你是魔鬼出走位，哪那么好运？我看你哪那么好运。好 ，OK， 我的起风好了，还是要恶心他了。剑圣在下路河道，
这个药开毒。走位走位走位，哎，毒的你不痛吗，兄弟？你不痛？哦，这下血下血很快的，这下血太快了，吃药。管教我疯子，不准教我傻。哦，小鹿还是不要抓呢，肯定是自爆，知道吧？六级的新基德，你是不可能抓得死的，而且把你绕得头皮发麻。再回首，来个 TP， 正在路上，给他抓，就喜欢打野来抓。打野抓他基本上是送死的，开大加我的法强，过天摔跑得快，这个跑速怎么说，浪费了吸干。他们两个人到这么长时间没打钱，你知道损失有多大吗？非常大的，知道吧？我一点损失都没有，我该吃的全吃，看到吧？哎，所以说辛吉德不要管他，你管他你就炸裂，然后我们再怎么样 TP 过来，恶心的一，感谢闪电熊二的飞机，谢谢。我听到你了，我。哎，你再不走我就强杀了。你这波塔拳肯定是吃不了，等我过剑摔好，空杯接点燃包死，哎，包死，下血很快的，包死的，哎，升级了，我靠，感谢熊二的飞机啊，谢谢。回不去，哎，你回不去的，打断骚扰，两下一搞就崩了，崩了。OK， 等我鞋子好，你看我70刀，开玩笑，我死两次，这两次死坑一点影响都没有。正在路上，再来，态度非常变态。他剑圣来三次，基本上这盘就废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听到你了。只要开大回蓝，哎，那你不可能的呀！你别说你五级了，你就是六级你都抓不死。过肩摔，为你准备好，回家。哦。黑暗封印带来一个 OK 黑的一，继续带啊，继续过塔带，把他们上野带崩。啊，崩了呀，这刀妹崩了呀，八级在学这个泥潭，不需要帮我，不需要帮我，哎，不需要抓的。辛基德不需要队友帮忙，就一个人有套路就行了，玩啊，随便玩，随便玩。正在路上，我们被抓很舒服，这波不过去，这波没大招，一旦被包扛不住，有大招就随意，啊，有闪了。随便了，啊，等会我就可以带他绕了。这个要，哎，你在干嘛？嗯，嗯，喷毒精，感谢硬杀，哎，主要大招没好，知道吧？我跟你讲，刚才我大招好，他这个行为基本上是送死，
我大三好增加的护甲魔抗和法强他根本就吃不消，奶妈给他奶都没用，他这波杀我存储运气好，大招差一点点，下一波就不行了，他以为可以打过我，实际上他错了。这是一个问题，他一旦对我有杀心，他就会付出代价。摇摇晃摇，补一波，别急，我还没有成长起来。哎，你不死往哪跑？哎，你还能躲掉，塔下照样吃，不解释。剑圣来了，过肩摔就把他飞走。哎，一点脾气都没有，追，哎，继续追，愣头青，想走不存在，哎，想走不存在，泥潭给伤，阿眼过肩摔，拜拜。嘿嘿嘿，哎，心机德是不能抓的呀。十大不能追的英雄之首，辛基德。哎，刚我加了160块钱，是为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都不知道。加喽！好玩，哎，炼金好玩。高德一来了，有人抓我了。拿不到的呀，忍者足具做出来了，这个东西也做出来了，是妖，这是一个问题，两个戒指，OK， 李峰马上好。哎呀，你恐怕不知道我多肉，差不多是时候了。这个药准备开毒，过肩摔，哎，毒死他，绕他，绕他，等会可以开大了，哎，开大肉的一，肉的一。是药肉的一关毒，等一下，好，补一点来，快！哎，跑得快，长得帅，过肩摔，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有正义荣耀，嗖！过肩摔，泥潭给上，毒液毒死，毒的液，拜拜！喷嚏水，这是肯定的呀，不用想的呀。刀妹怎么可能能打过辛基德嘛？不过的呀，他这种发育不可能打得过的，很弱的，挨打输出又高又硬，护甲魔抗都有，混合伤害不怕啊。冰杖来，先来一个冰杖啊！正在路上，走蹂躏之。蹂躏之124刀，虚弱在手，差不多是时候了。老妹疯了，等我有大啊，有大他是根本打不动，没大稍微低调一点，多走位就行，多走位就行，过肩摔拉开，吃药，先打兵再说。下波过肩摔，对位，过肩摔，泥潭，大招马上到位。哎，就不开大，等一下开，等一下开，开大，虚弱不着急，虚弱给上，你往哪里跑？冲刺，吃药。
你往哪里跑？你往哪里跑？小老板抓我！我这个电竞博尔特你不知道吧？你恐怕不知道我的外号吧？啊，百米冲刺只需7.3秒。你想跑？你是抓完新基德你想跑？你在开玩笑？食神戒指，是否？完美，挥发，精湛，无敌，太强了呀！来来来，抽波奖，888元大红包，来一个。摇晃，剑圣你怎么抓信记得对不对？你不能抓的呀。剑圣试图来了3次，哦，不止。5次，但基本上都是吃亏。我现在兵杖也出了，根本就跟不住了，跟我就被缓速，而且我的跑速很可怕。大招荧光披风提速，大招提速，被动提速，这个提速，疾跑提速，瞬间移速达到700码，差不多是时候了。而且你要知道，我这么肉的情况下，我能够秒脆皮，不相信我秒对方一个英雄给你看啊！他是满血，我一个过肩摔他就死了，你看啊！而且就这么多人啊，挡不住我，明白吧？挡不住我这波起风不坏，我给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……哦，不行，没狙跑，好了，那我换一个护盾吧。哎，给你们1打5。过肩摔，你追任你追，护盾一开，瞬间爆炸，一个都别跑，泥潭给炸，乌盖都得死，都得死，跟吧，回手点燃，都得死。得了，哎呀，你上5个人刷新积德，你不开玩笑，你多肉啊，你开玩笑，不能刷的呀。啊，但他不给他跑，对吧？你想跑，我肯定不让你跑。泥潭冰杖，过肩摔，一套组合 ，Techno。摇摇晃摇，过肩摔，泥潭给上，风筝塔。哎，没事，死不了。过肩摔，血量控制完美，舒服。2000块，借贼卖，兰德里的折磨，飞杖冰杖配兰德里的折磨，太强了！药水回复，感谢 A L I V E D R E A M 送上的飞机。是摇还是不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好，这把我的疾跑也好了。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跑速，电竞博尔特，他跑不掉了，我不需要开招了，开招浪费了。不行不行，看对面怎么说。说，这逮到这个东西你不能跑的呀。这个东西你怎么说？我让你全地毯给上，跑得快，我就说，舒服的，跑得快，跑啊，legendary， 溜了，兄弟撤，啊，这个跑速还是有点恐怖的，你别以为你能杀我，杀不掉的，一手。过肩摔教你做人，啊，打我了，我操！好吧，把他们搅乱了，搅乱了。搅屎棍正式在下，来他一个 TP， 传过来。算了，我再治疗吧。大龙。小脆皮，一个屏幕之外能够把它背回来，
他的队友无法阻止，而且他的队友没什么空，知道吧？像这种阵容，我辛吉德就很放肆，随意跑，想走就走，想冲就冲。啊，他没办法。好，来，大龙搞起来，提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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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非常恐怖，教你一个小技巧，过肩摔，空中接平 A， 平 A， 哎，这个 A 是有伤害的，这是辛吉德一个隐藏小技巧，很牛皮。再教你一个，过肩摔接泥潭，把它控住，哎，摇过去，是摇还是不摇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来来来来，大龙搞起来，大龙搞起来，泥潭，差不多，来打好了，随意打，随意打，随意打。我的提速被动很舒服的，我就绕一下就行，不需要操作。哦，很痛啊。这 ADC 这个奶妈看到我就很烦，太恐怖。好，往哪里跑，绕你一圈，你说能扛的一，你治疗一开跑得快，疾跑一开回首望月，没给到，没给到，但没关系，已经很赚了，已经很赚了。闪现来一个，超远距离把他背过来，卖掉，买他一个女妖面纱，啊，不过这个阵容控制不多啊，就不需要了。来他一个传送门，加他一波移速，嘿嘿，恐怖的一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怎么样，觉得辛吉德强不强？很强。哎，不跟敌方对线。